上新上七度的歌，拢伫报道新歌发烧榜。你今晚所收听的是波多连播网波多新歌发烧榜，大礼拜五就是一个这个时阵，同一个时间，大人的你吃，要来播榜喽！播榜是啥？要来播榜喽！大家是要来播破榜喽！播破榜，对啊，你大家你讲唔对话，故意啊把自己飞到掉，播破榜喽！我讲播榜，爆榜，爆榜啦！对啦，全台湾吼，上新。上流行的音乐资讯是只有伫咧咱波多连播房，你讲对无？对，你敢讲唔对？你试看嘛，冰果会来替你算账，会来找我冰的。哎，好啦，今日大声的，当然啦，我那同款吼，要对这个十名减五名开始听起，第五名开始啦，对啦，来，即马咱就来对这个第五名开始来听看卖吼，今日把咱波多新歌发烧榜有什么大变化？第五名，离婚差。哎，这礼拜第五名是于天龙上新专辑的歌曲，叫做《来去放假》。对，哎，这《来去放假》吼，在咱这榜上，哎，待很久了呢。真的，连续第三周拿到第五。对，代表伊在咱这咱这电台这点播率有够好。哦，这里真足管呢。嗯，尤其拢是放假区的这居民哦，打电话来点歌上介绍。对，因为真正是干嘛吼，这歌吼下出伊这放假这款。正精准的是我特色。经过咱的统计以后咧，发觉讲这大东区来点歌上介少。为啥？因为因有想讲，你为什么卖下一首来去大稻田？来去大稻田？其实咩大稻田嘛是一个老社区吼，听起来应该嘛很有味道。你买当下一首来去大龙帮啊？你好，咱来改这个于天龙，改建议一条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去放假这是来去大北三部曲第一部曲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这样帮他定了，有意。啊，这首歌叫做《爱人啊变朋友》哈、哦，这个阿铁啦，是顶礼拜时阵呢，哦，咱这个啊不是顶礼拜，顶个月啦，有经过这个情人节，哦，这个月嘛有一个情人节啊，啊，是这白色情人节。嘿，真侪人吼、哦，伫情人节时阵吼、哦，爱情变朋友，那才是吼、哦、世界上最惨的事情。你哪一天不选在情人节分手？你有没有听过我朋友这样子的？对啊，我听到我朋友伫情人节的分手，而且还听过那个情人节在兵变。哎，有这为什么呢？为什么真侪你的情路吼、哦，经一个这个情人节来分手呢？可能去讲吼，那磁场特别强。嗯，对，因为呢，这查甫囡仔咧，嘿。想要来刮摊啦！今仔日温州马上会让个新年来赶到今年的情人节。哦，后来爱情变朋友，希望咱全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唔通爱情啊变朋友，但像郭庭筠甲蔡佳玲安尼就无忌惮。啊唔啦啦，甲因所唱的歌同款就无忌惮咯。对啦，哎呐，好啦，卖咧我白讲咧，好啦，吼，系啊，迄个系。对啊，第三秒。阿铁啦，有一句经典名言，是啥物经典名言？回到你个口气，邓阿楚啊，对你笑的叫做老婆，邓阿楚啊，诶，互你拍面相的叫做老婆，真无聊，真无聊诶！这首歌就是杨静所以唱的歌，叫做老婆。正处于在婆跟婆之间，迄个老婆，那安尼啦，人个 Q 就是安尼，听人家老毛病，我没有挑他毛病啦，人生要水水，恁甲人个歌讲到安尼，哎呦，好啦，讲实一个啊，杨静嘛，真正吼是一个就才情就才情的这个才女吼，是老唱歌，资料水，是大眼睛。对呀、啊，大眼睛，而且哦又加盟新东家了哦，嘿，所以呢，所以啊，这个这个成绩哦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对，再度拿到我们的第三名，新歌发烧榜第三名，第几名？好，这礼拜第几名是这个当属进入个团的坐标。他应该学弟啦，男子汉乐团，是男子汉乐团、嗯、啊，六名大学生呢，这个
从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很喜欢玩乐团哦。哎呀，说起来这个歌词啊，全部拢是用台语来创作的。哎，对啊，你讲就是这个摇滚乐团都很喜欢唱台语，而且特别有味道。都来讲，因为台语的这种咬字哈、哦，跟那个气口来唱这个摇滚乐，对，真的是有它的那个味道啦。对，哦，对因为就哈比的。哎呀，对啊，因为找不到那个形容词。你讲五月天为什么啊？四面甲春娇，哎、欸，嘛是安尼穿起来啊，驾车，丢，全部上届经典拢台语的，是啊，五百是虾米歌咧红，手机歌照，嘿啊，对不？啊，你若讲再会啦，心爱的人啊，对啊，嘿啊，啊，你若讲迄个以前迄个拖拉古有无？哦，可爱姑娘，旺福哆来咪，嘿，啊，迄拢台语的呢，嘿啊，对不？转八七彩霓虹灯。哎、欸，嘿唔是，嘿唔是，但是台湾国语嘛是有台湾味，对不？所以用来讲，你这摇滚乐团也是用台语歌来写歌吼，这才是主流啦。对啦，咱即马伫咧呼吁，和咱所有的这个少年朋友啊，先甲台语学好势，然后来写歌吼，保证你绝对红的。是的。啊，若是想要甲台语学好势的，就多多收听咱波多连播网就无唔对了。对啦，而且来多多咱收听咱那个大恁的节目，哎，伊会教你安怎来听。你这样讲好像我很畏畏畏缩，你有畏缩？不会啦，你这个正人君子，敬人君主啊。哎，对。好啦，恭喜咱男主角团体就今天排咱第几名吼？啊，你刷落来，我们要揭晓到第一名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哦，来练歌，练歌，练歌，哎，练歌，今天排第一名是谁呢？第一名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壮士一去西边就不复返了呢？最好是西不复返啊，哎、西是一个壮声词的、哎、这样。哦，哎，那叫国文，国嘿国文。啊，这那是要犯罪台语边那讲的。哦，我当然没响。哦，嘿，这是太深了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返呐、啊。哎，那变成香港话。哎呀，那我别乱造呢。好啦，不然我刚刚讲头前迄个真早哦，刚刚好很适合来讲这个古诗。哎、欸，有一点啊，这个武侠的感觉。哎、欸，无、啦，但是呢，其实这一首新台语歌，嘛、是摕到这礼拜咱真好成绩的红百会啊，红百会的将军爱一般。这次是美华中唱所发行的。是哦，这里这句歌好听、啊，好听、啊。郭姿仪老师说演唱的，啊，不是，说这首的啦，量身打造的。哎、欸，阿、嘛是这个伊说下呀、啊。嗯，欸、你知道郭姿仪老师救命的，当然哦。过去嘛是歌手呢，过奖，哎，过奖嘞，你真是过于过奖。我听过内奖，听过问奖，我听过过奖，过奖啊，你唔知哦。郭奖，郭奖、欸，以前曾经跟那个金素梅合唱歌曲，是、欸、郭子仪老师以前叫郭奖啦，对啦，唱过几首歌叫做《景观》啊，唱过前百分的特别，是景观。无啦，伊有伊个特色，甲伊个咬字的方式。对对对对，嗯、啊，起码咧，他在打造吼这些后期，尤其是美华的歌手啊，啊林俊杰是挖迷啦。诶、欸，一样开始恭喜这个新时代台语天王的这个打造的这个吼、幕后使者。哎、欸，没错。嘿啦。这个很厉害的老师，对啦，对不？啊，这上新的专辑吼，红百惠上新的专辑嘛，是郭思仪老师精心打造的。嗯，将军来一半。创下真好真好的成绩，最近哦，点播你是关押落，请个了白条就对啊啦。对啦，哇，哦、不播都不行。对，无唔对啦，阿你讲嘛对啦。系啦，哦，而且咧，你嘛帮助这个红百惠吼、哦，在唱除了这个音乐以外的歌曲咧，哦，又开拓了更新更广的歌路啦，哈、哦。好，恭喜这个红百惠，这礼拜摕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一名。你想到咩啊？我都买提醒咱所有听众朋友，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，就是咱波多连播榜才听得到。你今嘛所收听的是波多新歌发烧榜，我们下周见。
通人生将阮来一半，我命搁做一个伴，甘愿为你受着日日夜夜，你帮阮过甲孤孤孤单。你若通人生将阮来一半，爱来爱去只一半。播种八种花，可以好听好不啦？听候老公的感动情歌，杨静老婆。台语天后接班人杨静，2013年的首金专辑《老婆》。豪记唱片，喝起哟！听候老公的感动情歌，杨静《老婆》。台语天后接班人杨静，2013年的首金专辑《老婆》。豪记唱片，喝起哟！听候老公的感动情歌，杨静《老婆》。台语天后接班人杨静，2013年的首金专辑《老婆》。豪记唱片，喝起哟！